我们的设计理念呢，你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的窗户，我们把每一个窗户都设计成一个鸟笼子，然后因为涂鸦是不断的向前的，然后不断的创新的，那我们希望年轻人的思维创造力的话是不断的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的。高空作业的话大概30米的高度，完全跟我们平时想象的不一样。那时候天气很冷，然后就我们也用了两部很高的升降车，有一部有30米高到顶的一个升降车，在寒风中，那时候还在下着一点点小雨，就算这样画了30天，画完以后成就感非常强，把这些东西，把这些文化做得更加精致，做到更加艺术的一个面貌，放到了这个城市里面。